欢迎来到我们的 Super Kids Online。 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够一起的聚集，可是我们可以来 Super Kids Online 来见面。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很想念你们。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复习 What is Super Kids for? What is Super Kids for? Play. What is Super Kids for? Learn. What is Super Kids for? Grow. 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What is Super Kids for? Play. What is Super Kids for? Learn. What is Super Kids for? Grow. 所以我们也做一个 Super Kids Cheer. 你们还记得怎么样做吗？把你们手放前面来。OK, 一二三 Woo! Super, Super Kids! 现在我们要玩一个游戏，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要玩些什么呢？我们要玩 Paper Basketball 纸篮球比赛。你们要准备的东西是五张纸，还有一个篮。找到那些东西过后，每一张纸你们就帮它变成一粒球，变成五粒球，然后那个篮子放在一边。六岁以下的小朋友，你们就离开那个篮子五步，就从那边投进那五粒球。如果你们能够投进那五粒球，老师就会给你们500分。7岁到12岁的小朋友，你们就要离开那个篮子10步，你们就从那一边投进你们五粒球。如果你们能够投进那五粒球，老师也会给你们500分。记得你们玩的时候要录起来哦。录起来过后，你们要记得要 WhatsApp 给老师，然后老师才能够做一个记录，才能够给你们那个500分。你们也可以邀请你们的朋友一起玩。小朋友，刚才那个游戏好玩吗？你们有投到多少分？我相信你们每一个都投到很多分。接下来我们要赞美敬拜，虽然我们不可以在一起的赞美敬拜，可是我们可以一起的 click 下面这个 link 来一起的赞美敬拜。这首歌我们都有唱过的，就是圣灵国子，让我们一起来 click 这个 link 来唱这首歌，也一起做动作好不好？现在我们就一起 click 这个 link 来赞美敬拜。小朋友，我们已经赞美敬拜神了，接下来我们是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找一个位置坐下来，专心地听这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是关于到我们第五个圣灵果子，就是 kindness 恩慈。我要你们专心看这个故事，过后我会问你们3个问题，你们会回答这3个问题，我们就会给你们那个 kindness 的 sticker。所以你们要专心听，现在你们可以 click 下面这个 link 来听这个故事。小朋友，你们看了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从耶路撒冷要去到耶利哥城，但是半路上给人打伤了。过后有一个祭司经过，他看到他受伤，没有停下来帮他。过后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也看到他受伤了，也是没有帮他。第三位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那个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仇敌，他可以选择不要帮他。可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有一个恩慈的心，他就停下来帮这一位以色列人，帮他的伤口包好，带他去店里面，也交代店的主人继续的照顾他。小朋友，我们要学习这一位撒玛利亚人，虽然是他的仇敌，可是他没有不帮他，他还是有一个恩慈的心来帮他。
今天学到我们要有一个恩慈的心，就是我们第五个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会问你们三个问题，你们回答过后，你们要 WhatsApp 给老师，老师就会给你们那个 kindness 的 sticker。 你们准备好了吗？第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哪一粒的圣灵果子？ Which fruit of the spirit does the good Samaritan has? 第三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如何的活出这一粒的圣灵果子？ How do we live out this fruit of the spirit in our daily lives? 得到了吗？好，如果你们会了，你们记得要写在一张纸，拍一个照 send 给老师的 WhatsApp， 或者你们可以录一个 video， 讲出你们这三个答案，然后也 WhatsApp 给老师，老师就会做一个记录，过后老师就会给你们你们的 kindness 的 sticker。 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所以要专心听哦。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还有我们的 Super Kids Online， 我们会教导你们我们第六个圣灵果子，就是 Goodness 良善，所以记得要来收看我们的 Super Kids Online。 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看。刚才我们有一起玩了那个游戏，如果你们有投进鼓励球，记得你们要 video 起来，然后 WhatsApp 给老师，老师就会给你们500分。我们会比赛，如果比较多男生 WhatsApp 给老师，老师会给男生多200分；如果比较多女生 WhatsApp 给老师，老师就会给女生200分。所以男生和女生谁要得到这200分，就快快的把你们的 video WhatsApp 给老师。我们的截止日期是4月1号，4月1号是最后一天，你可以把你的 WhatsApp send 给你的老师，然后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在家玩了那个游戏，录起来 send 给我们的老师也可以。所以呢，小朋友，我们希望你有个美好的一个星期，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